芒果，夏天要吃芒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学学，欢迎收看《学学炸厨房》第二集。夏天嘛，我非常爱吃芒果，觉得最近一旦吃芒果太无聊了，所以我今天要挑战芒做三样甜点。我完全不查怎么做，我不知道食谱，我光看图片，我就要把它做出来。那我们要准备芒果若干颗，吐司，完成。第一道尝试挑战生乳卷，大概长那样子好不好？啊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看我把你杀死！我把你头切软，我把你的身体切软，我把你切软，好可怕哦！我就会有病。我可以也要吗？放在这里，然后卷它。怎么办？好不像啊！学学呢，芒果生乳卷。那做完了生乳卷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做千层蛋糕，应该就是面包芒果，面包芒果需要把它切一片一片。啊，好痛啊！不要切我了，主人，主人，你想吃我就吃我吧，你别这样割我呗。哎，我觉得煮菜的人很伟大，哎，我是真觉得煮菜。Nothing happened, calm down。你这个调皮芒果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虾已经有点薄到就是有点难切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可把你吃掉。好的，蛮好玩的。那你会很不喜欢这个质感？我觉得你之前大家是不是有没有讲话就是导演讲的？不是啦，你在一起了啦。出馊主意。快拍这一声，特工请立。Oh my god， 我这个很成功，你们看，哇、wow. ！芒果千层蛋糕成功。有鉴于刚刚那个第二个产品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成功，让我现在非常有信心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就是要做芒果派。刚去买芒果的时候呢，我就买了三颗，结果他是收了我一颗的钱。我觉得我刚只是开玩笑的啦，怎么可能会只收一个的钱？笑死人了。那我们要打芒果泥，倒水。芒果很热，我带你去游泳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我们去游泳，耶！然后我们就突然把它的盖子盖起来。先生你要做什么？先生不要这样子，我要把你打成泥。芒果死了，太皮，我觉得很厉害。然后我们再铺上一些芒果丁。学学芒果派做好了，芒果生乳卷，芒果千层蛋糕，芒果派。那我觉得生乳卷呢，它就是一个芒果吐司，就是芒果 and 吐司啊。那我们来试一下芒果千层蛋糕。嗯，它也是芒果跟吐司。我们请炒饭人来试试看吧。来看大家吃什么？芒果吐司。芒果派。好恶哦。今天这轩轩盲测做三样芒果甜，就是做一个大失败。来，夏日芒果甜点尽在乐天，没有错。第一个呢，我要来吃芒果生乳卷。好吃了，那个奶油跟那个芒果蒟蒻，而且它那个芒果慕斯，哎，芒果千层蛋糕，哇，你看那个切片，一层一层又一层，嗯，然后它是那种新鲜芒果。你要吃多久了？很好吃。那接下来我要吃芒果派。那个慕斯太好吃了，那个芒果的味道，好酷。好的，千万不要像旭旭一样这样乱做甜点哦。
想吃夏日芒果甜点，尽在乐天。